阿江西啊，伊的歌吼脍炙人口，对对对，啊，流浪到淡水，好，伊是咱的宝贝，吼，所有来的买房车，哦，你拢会记哦？啊，开玩笑，陪着我长大，没办法，是啊，这个啊太受欢迎了，那啊其中啊今年这个啊黄飞。哦，我就讲吼，伊就唱对对对嘛吼，对对对。但是人伊特别的啊，台顶啊，讲伊唯一要感谢的就是你，讲起来黄飞唱对对对呀，那个一个啊神韵起来唱得太好，就好比的，就好比的。你去尊想啊，那也去发掘到这个黄飞阿比较栽培，夜光下就有诶啊，啊，管你有啥鬼啦。观音有杀鬼，杀鬼啊！啊，所以来唱布袋戏物件，照好听呀！好好好好，啊，所以我就我当初个设计就是安尼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在写一段真久以前龙珠的传说，如今龙烟在去迄里写布袋戏情景嘛！伊都阿未出名嘞，你想那发？我是听到伊唱《诶飞翔路》，哦，烟道无虾米奇迹，有真个他一边有。我听哦，那有这种声音，哎呀，啊，之后就开我就去找伊啊。首先，所以你边来找我诶，我就开解武大条，讲恁用系啊，手牵手好台湾，哎，对，我嘛去看到对啦，啊，你快看，哦，即马变作台湾是咱的宝贝，哎，对，未来那愈来愈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划时代人物，咱今仔日啊邀请的贵宾，好，大家都非常喜欢，伟人公伊是大师，伟人公伊是国宝。好，伊是像呢，伊是陈明章。节目开始，伊要先啊，含大家享受一条歌，伊的新歌，叫做《南方寂寞的火车》来。载着阮的行李，渐渐袂去行，勇勇离开故乡的一条路，什么时阵搁回头？心内思念的山甲海，有你在等待。阿娘啊，你若对阮好，唔通暗三看倒在。子孙里头心内苦，移山倒海难回路。有情阿娘啊，来看阮，唔通放伊受风。这卖火车来到了屏东，沿路来到台五站，这种站，上水的多良车站。哦，安尼哦，水哦。好听，欢迎大家。太赞！江西歌声哈，无同款就是无同款。他说这首歌是啊，这个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奏专辑2023陈明章啊配乐三部曲。哎对。啊，这个南方寂寞的火车。哎对。伊创作的背景是啥物？哎，就是你写南回啊，一个这个纪录片，萧其贞导演，伊就是你拍南回啊。哎，南回要这几年都要电气化嘛。爱拍是迄个，迄七年啊九年时阵还袂电气化，对，迄个时阵的南回啦。哎哎哎，真南回铁路嘛，南回铁路，哎，就按台东对不？对，啊加太麻里啊过来台埔嘛，哦啊过来。帮聊嘛，啊，加
迄个诶，潮州冰冻嘛，啊哈，安尼一抓就对啦。啊嘞吼，足水个啦，一抓遐足水，嘿嘿嘿。好听，佮配合你的音乐，哇，不得了。无啦。阿江西啊，伊个歌吼，脍炙人口，对对对，啊，流浪到淡水。好，伊是咱的宝贝，哈，所有来的尾班车，哦，你拢会记哦？啊，开玩笑，陪着我长大。是啊，这个啊太受欢迎了。那啊，其中啊，今年这个啊，黄飞，哦，佫得奖哈，伊就唱对对对嘛，哈，对对对。但是人伊特别的啊，台顶啊，讲伊唯一要感谢的就是你，哦，讲起来。黄飞唱堆堆堆啊，那个一个啊神韵起来唱得太好，就好味的。你迄阵时候，那也去发掘到这个黄飞阿比较在贵，伊个歌声真有诶啊，啊，观音有杀贵啦，观音有杀贵杀贵啊，啊，所以来唱布袋戏物件较好听啊。好。啊，所以我当初个设计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所以我唔知写一段真久以前龙珠的传说，如今龙烟在去迄里写布袋戏情景嘛。啊，迄阵你个啊挖掘时阵，伊红阿未？阿未啦，阿未哦，阿未啦，迄阵。哦。我去因家了，对吧？啊。啊，就去基丁啦。嘿。啊，因基头毛人迄阵，迄落跟第一基丁啦。嘿。系啊。啊，我就去就看到伊讲。啊，无啊，咱来唱卡拉 OK 啊！我要听伊歌声到底有角度啊，声音会使安怎去看你啊？哦，伊以前伫店里吼，系啊，伊伫洗头啊，系啊，伊敢知影陈明章像？唔知，唔知，伊甲我当作曹松章。迄个，好，系啊，安尼哦 ，OK， 啊，你想咯？啊，伊都阿未出名嘞，你想咯？我是听到伊唱《飞翔路》，然后啊，因查某啥物奇迹。有真个他一边有，我听哦，那有这种声音，哎呀，啊，这就开，我就去找伊啊，哎呀，我就叫公司讲，啊，你甲我讲伊在做，啊，你甲我查出来，叫哎呀，啊，我就分去陪去高雄，我去找伊啊，哎呀，哇，哎，好佳哉，人讲伯，迄个千里马爱拄着伯乐呢，吼，哎呀，啊，啊，伊迄阵讲，伊唱歌无要紧，爱不爱出来宣传啥，我无要紧好，你唱歌好，你就唱。也免宣传嘛，是真红啊！对啊，你好啊，对啊，哎呀，最有外红啊！哦，迄阵卖应该嘛是几啊十万张吧？啊，我感觉唔难嘞。你也要搞盗版，你超过百万啦！盗版超过，真正超过，太红了，对不？哦，安尼是做几十万张有啦。啊，伊尾下都拢无去做工做头毛哟。无啊，啊伊就开始就专心唱歌的事业啊，啊伊即马唱袂做，甲即马拢有咧做啊。啊，系啊，啊我今年我就甲讲啊，无咱两个做阵来开一个演唱会啊。阿江西啊，伊个伊是咱的宝贝。好，你知影，迄那是迄个啊政治集会的场合啊，造势动员，这条歌若唱落，有个人就咧目屎啊，迄有个人迄士气的激昂的拢是扭起来，你敢知你这条歌偌红？唔系，以前咱就冇问。我知，其实是1994的时候，我是退迄个立新基金会做迄个关怀厨具哦。啊对，就迄个系列物件的主题曲啦。1994年啦。啊，因为遐厨具其实虽拢只细汉，伊是咱的宝贝。对，啊，遐拢13、14岁啊，12、13岁啊，都用未来台北嘛。啊，迄只可怜的，啊，迄个，迄阵是一首啊是。1994年下对不？啊，2000年是迄、那个手牵手因那边来找我的，对，我就开解舞大条，因讲恁去用哎呀，手牵手好台湾，哎，对，我嘛去看就对了，啊，你快看，哦，今嘛变作台湾是咱的宝贝，哎，对，啊，未来那愈来愈好，哎呀，啊，迄个啥？这个流浪到淡水诶，迄个创作背景是啥呐？迄就是因为我这迄个潘晓霞啦，就叫伊个来找我啦，伊讲伊想要甲金毛啊、冰威啊吼，甲两个做唱片啦。啊，伊的意思讲，伊来找我，因为我是制作人嘛吼，我较有经验嘛。啊，我伊讲啊，咱就来去迄个。那个是迄落酒家内底吼，啊，那连酒家录音就收音就好啊。啊，好。
啊，我讲安尼对我来讲，我讲啊，迄无意义啦。若要做好，我甲做做一场啊，咱台湾，因两个是台湾的，哪个是经典嘛？啊，对不？哎，对。吼、哦，对不？啊，所以，尤其王的迄个吉他，佮王长的一支手安尼弹，啊，佮倒手的嘛。啊，所以爱弹佮好听。啊，佮边位啊，迄个开口，足好听的。哎，唱歌还可以，啊，所以讲啊，无咱好啊，做一张 CD 啊，一张唱片出来啊。啊哈哈。我那个来阿尾啊，叫个同意嘛。哎哎哎。啊，我再去撞钱来，甲这个代志完成啦。哦。啊，迄个时其实真正是要甲因记录起来啦。啊哈。啊，我就背因连歌啦。对。啊，背因连歌拢伫迄个淡水迄个哎古街啊，菜市啊内底对无？迄个地点啊内底啦。啊哈。啊，王爷那挂书教伊就不爱来啦，金毛王哦，因为啊，那无啉四罐乌梅啊吼，伊不爱笑啦。乌梅是啥物？乌梅啊，黑啤酒啦。哦，乌梅啊，秘鲁啦，是是是是。啊，我到头顶，因为啊，新歌吼，挂书拢记袂起來。新歌，啊，新歌都记袂起來。新歌的挂书记袂起來，啊，那背连做连挂哩。但是目睭无看。哎，目睭无看，啊，无看，伊在边那个边那会背，啊，一句甲因唱啊，啊呢哦，刘龙当阵嘛是啊，嘛是王爷嘛是安尼啊，嘿，啊来背练啊背练，才一礼拜去一届啦，好，哎啊背练啊半年啦，那半年有一天阿妈，哎，灵感来啊，就伫咧我钢琴顶头，啊，吉他提啊，就开始写出来，好啊，啊，就你头一句。挂着风琴，提着吉他，啊，就是现在两个双人牵做伙啊，啊，并且徛头前啊，用个手夹牵的啊，啊，安尼歌就开始出来啊，啊，厉害厉害，可是歌词嘛，你做诶，哎呀，我写，啊。